昏君输了昏雄，就替吾白白昏，大鸟吾白死了再起。洪三爷发现只有会晓代志念咒，才会当解毒方，召唤霹雳英雄联手防吾。咱来去烧酒，互先来斗阵，来找找英雄咯！较紧来讲台语，较紧来讲台语，较紧来讲台语，组一个战队，来讲台语哦！实在是想袂透呢。知呀。无你即马是咧搬地出，哪有两座山放咧图书馆内底啊？放好老师啊，这是我用的啦。你看哦，这粒山甲这粒山是毋是足远的？迄古早的人啊，伊是毋是爱行几落工才会到啊？是啊。毋过。那是破病要看医生，也是要送物资，安尼唔得爱足久诶。哈哈哈！古早人嘛唔是戆人啦。传说中这个诸葛亮发明一种诶交通工具，叫做牛郎。牛郎？什么是牛郎啊？看我诶！其实这牛郎真简单，就是咧两粒山诶山头呢接条索啊。将箱啊绑在两个索啊顶啊，就会使利用伊来过河，啊，则是讲山顶洞啊。哇，想袂到古早人的生活这么充满智慧呢！即马现代人改良了后，搁较无同款哦。哪无同款？来，咱甲阿弟我来去看卖，你就知咯。看完五行八卦书，走江湖，退高人。个找高人的任务真正袂歹呢，会使坐缆车看风景，嘿，水水水！我来看一下下骹。哇，阿娘咪，阿妹阿娘管，我会惊啦。唔免惊，我来遮陪你。我感觉头先佮讲，脚咧噗噗安尼。免紧张啦，这真安全的啦。我陪你哪开讲哪看风景。你讲的哦，你要甲我保护哦。我上缆车了后，干那靠你啊啦。就靠你啦。放心啦，这条鸟瞰缆车咧大约四公里长，位山脚佮山顶咧差不多三十分钟就会到啊。三十分钟哦，咱坐这台缆车，会使去到倒啊？咱会使坐来鸟瞰站咯。哦，安尼好啊，安尼你带我来去鸟瞰观光。咱带恁哥哥，咱哪会咧转弯？哦，咱即摆所到这个所在呢，是转角二号站，因为这个车站呢有一个八十度的弯。那所有的车厢进来的时阵呢，拢会经过这个弯，来做一个行动。哇，这厉害的呢！带领哥哥，咱哪一直在往下滑？哦，咱即马这个所在呢，是全线关价差上大的所在，一个自然宫站的边啊哦。你看下骹，鸟瞰缆车呢，总共有四十几支的条啊，伊的功能呢，就是来拄着这个缆索甲车厢。所以讲，咱的缆车会使遐尼悬，拢是靠这个条啊，甲吐掉的哦。唔对，足厉害的呢！嘿嘿嘿，白灵哥哥，咱个还阁愈爬愈悬啊呢，哈，足趣味的啦，也唔遐低，也唔遐悬。哇，这景致真正有够水呢！
戴林哥哥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热天无爱开冷气，啊，寒天阁无烧气，干那开一个细细窗啊？嗯，啊，这个缆车的电缆这么啊粗，敢讲阁行无到电遐？简单来讲，鸟空缆车的就是单线循环的缆车，车厢是挂在缆索顶头底咧行的哦。缆索的振动呢，主要是因为有动力的驱动链，还有无动力的迂回轮，甲缆索组成的一个循环的系统，不是靠电力的哦。哦，是缆索在行，不是咱的缆车在行。你安尼讲，我阿舅啊就听有啊。好，真好。等下我带你来了我们的秘密基地，等到离开车站，安尼你会更加了解哦。哇，我阿舅啊，最爱秘密基地啊，行。你安全就是阮的责任。酷。嗯，因是咧创啥物？阿舅啊，伊是咧甲车厢做一个检查甲维修的工作，包括咱即马车厢的门，啊，甲车顶顶头的设备，伊拢爱做一个检查甲维护。哇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安尼是毋是整理好的车厢，马上就会去予游客来坐？毋是哦，车厢的总数量拢是有规定的哦。伫个缆车维修的工作结束了后，才会一台一台的把车厢挂起哩。哇，这就像拍电影的所在呢，这是倒位啊？阿舅啊，这就是咱鸟空缆车动力来源的所在哦。这就是驱动链。寸长有五公尺，重量差不多是一只亚洲象的体重。伫个伊个顶头有大型的摩打，经过传动轴佮汽轮箱啊来制动这个驱动链。驱动链的另外一边呢是无动力的迂回轮，缆索是靠在这两个链仔之间。所以呢，当大型的摩打开始运转的时阵，驱动链就缀咧坐顶动，所以呢，缆索就缀咧顶动了。欸，阿舅啊，你看，伫车厢顶头迄个像夹仔迄个物件叫做握手器。进站的时阵呢，伊会自动拍开，让车厢甲缆索分开。车厢要离开月台的时阵，伊会自动压掉缆索。所以车厢压掉缆索以后呢，伊就缀咧缆索开始行了。吼、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迄个敢是蜘蛛人？安那会变遐悬？那是咱的维修人员，因为条仔的位咯，嘛是要靠咱的维修人员才有得去哩处理的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哇，啊伊爬遐尼悬哦，风景已经真水哦。是啊，顶头的风景足水的。嘿，戴林哥哥，啊伊爬遐悬，啊那是要变数要安怎？当然要去哩进前，伊都要先去变数，先上好以后才有得去哩作业吧。戴林哥哥，刚才要落雨啊呢？是啊，因为咱鸟空缆车若拄着落雷，也是风上头的时阵，为了游客的安全，这时候咱系统就会暂停来运转。就是单雷公的时阵，啊，咱这个鸟空的缆车就要停起来哦。哦，唔对，就是安尼。行，我即马带你来去坐更加赞的强化玻璃的水晶车厢哦。像那全部拢伫咱的脚下面呢，哦，看起来吼，我敢那阿舅啊大夹嘿。嘿，来，我来甲你翕一张相片。好，安尼耶。今仔日的任务成功啦，耶。我要爬山哦，吼吼。哎咻，哎咻。哎咻！哎呦！哎咻！哎咻！这条山我够拍背的。工地！哎呦！倒树影！你哪会这紧？你你哪会无流汗？我坐流浪，安尼哪会流汗？哈！我流浪汤仔哦。叫阿嬷坐牛郎，跋山过岭看风景。牛郎爬悬免出力，牛郎转弯头袂停。叫阿嬷坐牛郎，跋山过岭看风景。
一百米啊尔，山顶山脚，一百米啊尔，惊透透。招阿嬷坐流浪，跋山过岭看风景。阿嬷坐甲皮皮喘，行为天顶挂落来。招阿嬷坐流浪，亲像山顶海牵手。阿嬷免惊，我伫遮，甲你归路牵条条。快叮当呢！未歹哦，果然是拽呀！嘿，你看我阁有学以致用哦。真好，真好。啊，咱嘛爱教咱学着的台语，用在咱的生活当中哦。好，来，咱来复习一下。无问题。碰碰甲你讲，台语一定通。流浪。流浪，海千秋，海千秋，陈雷公，陈雷公，关公，关公，搬山过岭，搬山过岭，风景，风景，休困一下，马上就要挑战魔王啊！身手分明，逆天剑无关。一摆天都魔王，召唤霹雳英雄，欢迎台语小战士来挑战。台语战士，拽呀，努力，往后，天才，剑术集合。真是欢迎各位小战士加入今仔日的台语战队。来，今嘛请恁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泸州红星队，一刀好，一刀好，泸州高校上届好，一刀赞，一刀赞，四年八班上届赞。我是基丁。我上爱看册。我是张玉晶，我上爱画图。我是林丁宏，我上爱弄鼓。我是蔡静怡，我上爱打乒乓。哇，凤凰老师啊，今仔日的主题甲流浪有关系，啊，不过即马讲的流浪，甲较早讲的流浪，是毋是无同款啊？无唔对，这个流浪呢，唔是古早人的交通工具哦。像咱即马常常看到的手扶梯，也是讲升降机、缆车、电梯，这咱台语文拢会使讲是流浪。好啦，来，那想要真正了解咱这个流浪，也是讲咱这个缆车呢的台语，咱今仔日先来欢迎咱林淑琪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老师。学台语无撇步，细汉认真拍基础，大汉一定有好前途。学台语拍基础，
大汉以后呢，有前途。来来来来来，咱今仔日来挑战呢，来挑战咱的魔王国乌大吉。那挑战马上要来开始啊，请看咱规则说明。剑术联手挑战赛，时间限制三分钟。剑术答案正确，魔王减血；答案唔对，剑术减血。血中无的就出局。剑术联手先互魔王无血，就算挑战成功。小剑术加油哦！团结一心，打败魔王，召唤别的英雄。破关除魔，驾在出席。第一舰队准备挥剑。好，咱的挑战已经开始了。在啊，有。同款，咱先来看卖今日这个舰队。咱先看第一号的小舰数吼，伊名号做季廷。我得过台语朗读比赛第二名哦。哇，这厉害的呢！吃胖了老婆啊，伊嘛介意坐缆车，阿唔过会惊呢。对对对对对，咱今仔日的主题呢，就是跟咱的缆车有关系。对，缆车呢是咱现代一个啊非常利便的交通工具哦。会使载人呢搬山过岭。来来来，咱来看今日这个题目。好，这个搬山过岭的搬，跟下面哪一个盘的意思同款哦？哦，来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做伙来约看卖哈。这有淡薄困难的哦。哦，来来来，过来，咱看第二号的小剑书钟义勤。嗯，这个真趣味啦。安那讲？都为着要参加咱的挑战，规口罩，逐天拢用台语甲伊咧对白，甲伊对话，哦，安尼来甲伊练习。哦，安尼一定足厉害的。所以你看咧，答题时阵呢，真细哦，拢豆豆啊来，一题一题看好清楚。哎呀，这届失主意不要紧，咱阁继续拍拼吼。过来，咱看第三号的小剑士林廷宏。啊，廷宏啊，较注意呢，你题目看好真少，你会安尼出这少少的呢？咱小剑士爱注意哦，这人有八级这个血量，啊，你那是答。对，还是讲受到这个魔王的攻击，安尼呢，就会这个血就会来减。啊，若减到无了后呢，咱的挑战就失败啊！哦，啊，咱看第四号小剑士蔡振银，啊，你血量只剩三格尔尔，一定要足注意的啊！你爱较注意呢，啊，无这个魔王生气，你可会去用扣血呢？咱的振银呢，哦，因为庄卡阿妈啊，个南部亲戚拢讲台语。所以对这个台语印象真熟悉啦。小珍珠啊，你的时间来较注意的哦。咱时间已经只剩不到三十秒钟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咱的小珍珠一定要加油哦。紧的啊，紧的啊，恁做这些动作，爱较脚手爱较紧的哦。啊，不过嘛要看好斟酌啦。题目一定要看好清，看好明。你看，像亲像一号季廷同款啦，伊剩三个血啊！哦，来，咱小姐要注意，咱的时间只剩无到二十秒。啊，剩十秒啊，你啊，较紧嘞，较紧嘞！哦，季廷，你啊，快剩两个。来，时间将近要三分钟了，咱的小姐数啊，失败啊啦！真可惜啊！哎呀，真正是无彩，今日挑战无多来成功。来来来来来。在呀，我问你，好，他拄仔咧挑战的过程当中，我碰风老师有出一个题目，哦，就是今仔日题目，搬山过岭，内底搬，甲下骹对一个搬同款，你知无？哦，碰风老师啊，我想足久，想袂出來。连你就唔知啦，莫怪讲今日小剑士我都来挑战成功，不要紧，咱有请咱的秀吉老师。好，来，等下。搬山过岭哈，就是翻山越岭，所以那个搬就是什么翻越的意思哈。啊，咱其中咱的 A 这个选项脚搬就是我们的脚背，啊 B 这个搬车，哦，咱今天的小建树是不是对于泸州来的，是不是？是哈，好，啊，恁对泸州坐捷运要来去大家爱心坐这个新芦线嘛哈，啊来他家转咱的。
板南线，哈，啊个转咱的文湖线，哈，啊这转车呢就叫啥班车，哈，啊咱的西班墙啊，班墙就是翻墙，所以伊嘛是啥翻越，哈，啊低这个班乱，哈，比如讲做行李的人啊，伊爱含人啊呐，班乱更加交际应酬，所以咱这条的答案是啥西班墙啊，哈，含咱的搬山过岭，迄个。换意思是同款，啊，另外还有一条吼，咱的猫空对不对？吼，猫空，咱台语也做猫空吼。啊，猫空这地名呢来，就是讲，迄搭遐有迄个湖穴地形，湖穴地形就是安坑坑洞洞，吼，坑坑洞洞。啊，咱迄个含咱台语的啥？猫猫，什么是猫猫？你有看过你的东二啊？吼，还是哥哥姐姐有无？吼，迄面有无？生条啊子，长青春痘，那脸就这样，啊，坑坑洞洞的，吼，咱老公哈。迄面啊，尿尿吼，所以这个尿尿意思就是坑坑洞洞，爱听有无？有。哦，除了这两条，唔知咱小建叔阁有其他什么问题无？来，丁宏。老师，请问，打雷的台语安哪讲？哦，打雷哦，你捌听过迄个打雷安哪打无？安尼，嘣，是不是安尼？哇，敢那迄雷公足受气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叫做啥？弹雷公，来，请咱谢建书对老师讲一摆来。弹雷公，哦，真赞，有够牛的，水甲水，要家己拍破者。哇，有够厉害哦，所以吼，哦，邓言啊，常常讲台语，学台语，后回个挑战一定会成功，好不好？好。真是感谢咱淑琪老师的鼓励啦，吼，哦。来，挑战魔王确实是无简单。虽然讲咱小剑师即届失败，无多来调换出霹雳英雄，但是不要紧，台语阁继续学。今日就由我碰风老师念诗给大家听，看我碰风老师来念诗。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良宵，深吟吟不绝，明月。来相照，我有坐过流浪，我感觉足好耍，不过我会惊。我头一摆落影足好耍的，后盖我咧过，我要过来，我要过来。大雷台语叫陈雷公，咱出的台语叫流浪。安尼你会晓袂？